So whatever it takes. 所以不管是什么需要做的。We have to move into what's uncomfortable for us. 我们会走到我们觉得不舒适的，走出我们的安全区域。So what I want to leave you with is, is the Holy Spirit calling you to something that needs courage? 是不是圣灵带着你，带有勇气来进入一个新的领域？ Who or what is your Samaria? 谁是你的撒玛利亚人呢？Neighbors. Yes. Yeah, yeah. It could be your very own neighbor. 可能就是你隔壁的邻居。It could be classmates. 也可能是你的同班的同学。Only you can really answer that question. 只有你能够回答这样一个问题。And then maybe collectively, even as a church.也可能是我们这整个群体一起回答。Julie and I have found, just like Jesus took his disciples on a road that needed courage. 就像耶稣带着他的门徒走这个旅程是需要勇气的。That if there's something he's calling us that feels courageous, 就是这样呼召我们走的时候是需要有勇气而勇敢的。Not foolish, but courageous.不是很愚拙或者很笨，而是勇敢。And maybe those two get confused sometimes. 有时候会让我们以为很勇敢的跟好像很笨笨的，我们以为是同词或者同样的意思。So we want to encourage one another to be courageous. 我愿意鼓励大家是勇敢的。And follow Jesus on that.Road. 跟随耶稣走那个路。Amen. Amen. 感谢。我们的时间到了，回应的时间也到了。就是刚刚我们刚走到隔壁去看到了这个空间。We went through the next door, see the 他们的。Bethany Community Church, welcome us. 让我们过去。这个过程本身对我们来讲，其实好像有点走出我们的一个安全区。我们走进那个地方，那到底神要我们做什么？其实，在那个活动中心，他们周一到周五，包括周六，每天早上到晚上都有人在那里，都有小孩、年长者、移民者。社区的人在那边有活动，各样各式的活动。那跟我们什么关系？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身体上 physically 我们进到那个地方，就像耶稣带他们徒要走到那个邻居，走到那社区里面。所以在接下来我们的招待会传这个过程，这是一个实质上也是一个代表性。当我们说我们愿意要进入的时候，这是一个开始。神会因为你愿意开始，神会让你有机会去遇见，是需要勇气。所以等一下我们这首歌回应的时候，招待会传这个，就是我们，你赞不赞同进入隔壁的邻居？那你会说谁？如果你过去来到我们聚会当中，你觉得这是一个属灵的家，这是一个家，是你认同的一个地方。那我们就欢迎你，当我们传那个给你的时候，可以拿一张纸，你可以说赞同或不赞同，因为我们是希望能够有一个群体的认识和参与，好吗？所以当这个招待在传的时候，我就带大家唱这首歌，活出爱，这是神给我们的一首诗歌。所以如果你觉得这是你的家，属灵的家，这是你成长的地方。我们2020年，我们会进入。
开始进入到隔壁的可能性，就需要你来表达与参与。好，有一份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这不同，我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每一份爱握住了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亮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握住爱。可能上面你看到说哦，很简单，赞同不赞同？那下面还写说，请你签名。那签名的时候，希望你能签，因为我们等一下会有两位弟兄姊妹来确认这个赞同之后的过程，所以希望是签名能够人家看得懂是一个名字啊。那我们是希望它代表我们将来明年的话，我们在感恩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做正事的，我们是一起参与的。所以 when you sign it, please sign in a way we two brothers and sisters will come in.Recognizable signature. 所以我们最后唱副歌，我们就会要告一个段落，然后我们可不可以请招待合适的回来把它收起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世界展望会的，我们设置一个电脑，我们当中好些弟兄姊妹有感动，愿意参与世界展望会认领学生。We have a sponsor program for World Vision, and we set up table right there, so you can set up your own user connection if you decide want to sponsor a child. 那等一下曾燕会在那边，然后所以在那里我们会有一个机会开始。真的陪一个有需要的孩子或学生走2020年，但是我不希望你一个人陪，我们希望是我们认领的族群，成为一个族群，所以在那里有那个桌子。然后在12月15号那一天，我们预定会在隔壁那个场地试用，我们一起来做包一个健康包给叙利亚一群难民。那是我们12月15号一起来做的。December 15th.Hygiene pack for Syrian refugees on December 15th. That's a part of the program. 我们一起可以实际来参与。最后，我们在这里要做一个祷告结束。那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身体需要祷告，当我们聚会告一个段落结束以后，如果你身体需要服侍祷告，请你来到前面，我们还有10分钟的时间。但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祷告。Let's receive the prayer.爱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因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主，我们跟随你而行，我们赞美你，因为你带我们要来走过一个新的旅程。2020 is a vision.
is the vision able to see the love of Jesus Christ manifested in every area of the community, society, through the follower of Jesus Christ. So Lord, I pray that may this vision be fulfilled, and let us be part of that. 主，我们愿你赐恩，使我们在2020年开始看见神给我们要看见的景象，使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道路，他是我们的真理，他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跟随他有路可行，跟随他有真理让我们得自由，跟随他有生命的丰盛活出来。愿主耶稣，你接下来在我们这十分钟有一些需要祷告服侍的圣灵，欢迎你来带下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能力，要在我们需要祷告人身上显明出来。谢谢我们最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大家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慈爱与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与每位同在，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阿们阿们，感谢主，愿神祝福你。我们接着前面有这个空间留给大家至少十分钟，会有一些需要祷告的。 If you have need, want to be prayed for, you can